狼历35117年11月2日，阴，东北风4到5级。今天是森林里最冷的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用日记记录每天发生的故事。早晨9点，我亲爱的老婆和每天一样给我来了一个早安吻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起来了。我饿了。快点给我弄点吃的。哎，老婆，我这就到河边去给你抓癞蛤蟆吃。你给我抓羊，我要吃羊肉，你是什么羊？你一天到晚要吃癞蛤蟆，你到底干什么呢？我要吃羊肉，快点给我想办法，快点去抓，快点。大家一定觉得我被老婆打、被老婆骂很惨吧？可我觉得她可是万里挑一的好老婆，不管她怎么对我，这都是爱我的表现。你发什么呆？赶快想办法给我抓羊去！是。我的重点发明终于研制成功了。研究什么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想拆房子。老婆，看我最新研制出来的弹簧鞋。就这东西？你别看它只是一双鞋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直接可以跨过河流，跳过他们的铁栏杆，冲进青青草原，把那些肥羊一只一只的给你抓回来。看着吧，老婆。你快穿上它，给我抓几只羊回来。标枪要投得高投得远，必须向45度角的方向用力投出。村长，你只投出了负3米远。我是故意的，要不然这懒羊羊它怎么会醒呢？
来，站好了，猎击标枪准备，45度角，用力出手。不，你太瘦了，我去找着更肥的呀。拜拜。灰太狼，大家不用慌，坚定。灰太狼穿了弹簧鞋，所以跳得那么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哎，想到了，喜羊羊，你想到什么？是啊，灰太狼穿了弹簧鞋，虽然跳过了我们的栏杆，但是他跳到半空的时候是最容易被打倒的。哦。大家拿起标枪，准备45度角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忘带钥匙了。村长，灰太狼穿上弹簧鞋跳进来一次，以后还会再来的。万一下次他把我抓走了怎么办呢？让我想一想。村长头上又长草了，看来还得想一阵子。不如先睡一会儿吧。要是灰太狼还能跳进村子，以后我们就不能再打球了。打球？有办法了。喜羊羊，你慢点说。我的方法是这样的。狼历3517年11月5日，阴，东北风6到7级。今天是森林里最大风的一天。经过2天2夜的改进，我终于研制成了我的第二代弹簧鞋。第二代弹簧鞋的改进地方，就是向上弹跳的时候不再直线向上向下，而是忽左忽右，这样就可以闪过敌人的攻击了。哎呦，捉羊去吧，跳得我眼都花了。哎呀，我的新发明没有实验品，怎么能测试它的性能呢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的新发明终于可以正式实验了，你们谁愿意做我的新发明的实验品呢？奇怪，门口怎么一只羊也没有呢？没关系，我进去抓。喜羊羊注意，灰太狼进村了，灰太狼进村了。收到收到，大家准备了。
我出去引他，你一看见他跳起来就砍。美羊羊，你同时咬开电源。知道了，喜羊羊。奇怪，怎么一只羊也没有呢？喂，灰太狼，你还来？你不怕死啊？我看你才找死呢，你往哪逃？灰太狼，砍刀！哎呦，呦！让我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实验，这是我新发明的全羊毛抓心挠鞋垫，它表面是薄薄的一层，实际上包含了1000万个活性羊毛细胞，我们把它放到鞋里面，让灰太狼先生穿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再坚持一下，实验结果马上就出来了。因为活性羊毛细胞一受到压力就会走动，这样就像有1000根羊毛在抓灰太狼的脚心，它越跳得高就越觉得痒。哎呀，痒死我了，痒死我了！哎呀，村长，这个实验要证明什么呢？等一等，还有2分钟应该听到结果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痒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呀，痒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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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痒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实验是为了证明动物的叫声一旦超过了平常的频率，就会和周围的建筑物产生共振，严重的会使建筑物倒塌。你又在搞什么鬼呀？哎呀，老婆，痒死我了，痒死我了！哎呀，痒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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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婆，哎呀，痒死我了！哎呀！2035年11月10日，阴天，我的家倒了，我要重修狼堡。在以后的3个月里，我患了鞋敏感，一看见鞋我就觉得痒。我发誓，喜羊羊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，像岁月难去把我追捕，也当作游戏一场。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悲伤，就算会摔得站起来，气和永远不会沮丧，在岁月间去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。虽然我只是羊，懒羊羊，沸羊羊，慢羊羊，热烈烈，红太狼，灰太狼，嘟哒哒，嘟哒哒，呜呜呜呜呜呜，哒哩哒，哒哒哒。